亮点多少主要是取决于白球转的速度，就是旋转越强，跟力量大小没关系啊。因为力量大，如果赛步强，比如这样啊，那你看这其实不用怎么让点，因为白球它不转呀，对吧？你比方说我打个小力，三叶大力，对，比如打个小力啊，白球很转，你看，那这个需要让点让很多了，让点越多啊，是这么个道理，好吧？然后让点的方向你就知道，就是反正我家右赛，我往右边让一点就行了。至于是多和少，就取决于你赛的多少来决定了。啊，这是加赛的第一句口诀啊，加右赛往右让，加左赛往左让。然后右赛越赛越强，让点越多。但是赛的强弱跟力量大小没关系啊，一定要记住这个，不是力量大就是赛就强，这是两个，对。你看这个力量挺大的，这个赛就是这个强度。